上次跟大家介绍了一个用微商猎手来检测微信被删好友的办法，但是那个软件有一个弊端，就是它检测出来的人需要我们自己来删除，它只是给标志出来。那么今天就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软件，这个软件不但可以检测谁把我们删除了，还可以自动批量把他们删除掉。首先打开这个软件。下这个软件之前，电脑上要安装一个电脑版微信，这个在百度上就能搜到。我们现在来登录。好，现在已经登上了。我们把微信最小化，然后点击这个检测僵尸粉，开始检测。好了，现在已经检测完成了。由于检测的过程有点长，在后期制作的时候会把这段视频进行加快处理，并且在检测过程中出现的人名都会通过马赛克啊来处理一下。如果在检测过程中你的手机中出现了你已经添加了谁谁谁为好友，现在已经可以聊天了，出现这个你可以大可不必管它，因为这个只有你可以看到，别人是看不到的。如果你检测了有好友把你删除了，你可以选择这里全选，然后点击这里的批量删除啊，它会一个一个的删除。由于这个微信有限制，它删的速度会比较慢。这个软件除了可以检测这个僵尸粉之外，它还有群发的功能，你可以选几个群，然后编辑一段内容，它可以批量进行发送，它也可以加群里的好友，就这样随便选择左侧的一个群。它可以批量加里面的好友，还有一个功能，你可以在群里来踢人，即使你不是群主也可以。啊，这些功能我都没有试过，我只尝试了检测僵尸粉这一个，其他的功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下来试一试。现在来说一下怎么来获取这款软件。首先打开我们的微信，关注我们歪哥社团的公众号，发送本期暗语，难言热血涌动着情怀。好了，现在已经获取了这个链接，我们记住这个密码 AMYB，把这个网址来打开。好，因为是我分享的，我现在已经登录了，所以不需要密码就能访问。你们访问的时候需要记住前面那个密码，然后点击下载就可以。这是一个电脑软件，需要用电脑来下载。好了。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